叫什么？老在办公室睡觉。哎，别说了，最近他好像转性了。啊？跑业务跑得特别积极，是都快成老母了。在你看来，作为一个销售业务员，这是必经之路。可是对沈侯就不一样，他不需要经历这些来证明和改变自己。他是一个管理者，他这么做就是浪费青春、浪费生命，作践自己。